Hello， 大家晚上好。今天特别的开心啊，因为我在头条上面认识了很多书画友啊。这几天一直和大家在交流，在学习。这段时间练习，一直都在练习书法比较多一点。今天呢，准备想画一幅画。很长时间没有画画了，好，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，Let's go。妈妈，月光之下，静静的，我想你了。静静躺在雪里的牵挂。妈妈。在我的记忆里，有许多人关心我，爱护我，但最关心我的是她，妈妈。好了，今天就聊到这里。有喜欢书画的朋友，记得关注我，我是喜欢书画的无双，耶、yeah!